耶，公益车完成一台，要出门了，拜拜，公益车。Tokuyo 按摩椅健康领导品牌 ，Yes，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又到公益车了。哎，这是 Premium， 它这个有改款过了，如果是旧款的，这个比较小。那它都没车标了。我现在才发现，它这样子是验车过啊。不用车标，是啊、哦，我们到时候如果不行，我们自己要换一个啊，自己换，对啊，自己换一个 Toyota 的，换得出来吗？看我看得到，哎、欸、有，我随便换，有模有样的吧？这是魏许的铝圈，许外观还 OK 啊，大灯可能稍微洗一洗弄一弄应该就比较好，但是灯这变布漆啊，我都亚克力的东西就是92这样，哦，看起来整体还 OK 啦。我记得轮胎上次好像讲过20年的16周，20的16，这个是马牌，可是它的皮椅就有战损了啦，破的蛮严重的，这个破了，对，然后那边其实也蛮严重的，所以代表是有在载人，对啊，然后方向盘干爹可以出现，干爹可以出现哦，这个核桃木还蛮亮蛮漂亮的啦，核桃木没怎样，可是它的皮已经啊，对啊，皮不要了，如果这个破损或者是比较丑的啊，一般我都会叫皮的嘛，直接把它包过去，整个包起来，好，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了。后面还行，后面还好，对，放比较久，可能要清洗一下。对啊，这边这个叫做我们的放地图的袋子，左右两侧稍微有一点点，可能放地图太大本了，有点稍微裂开了。备胎，千斤顶在这里，提醒我老注意啊，修刮新鲜，到时候可能要清洗一下。好啊，这个小改款的做法，你看以前站在这里嘛，小改款做了一节不一样的啊。厚薄哎。弄的点微调哦，黄色的。其实门板我刚看了、啊，是久的有点看，泛黄了一点。我一早周边穿白色来看，我忽然泛黄。你穿多久？穿两年了呀。穿两年。拢袂当换，拢爱穿白色的。以前当兵真的是白内裤嘞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穿白色内裤？我不知道。还要在裤头上面写你自己的编号上去。哎，我的裤子是不是太老啊？哎，我这有双安呢。我安进去了。这里。对，把它方向盘对啊，是蛮好发动，一次就发了。冷气开了吗？开了。我污啦，都大吹的修哎，啊，先把水电了。里程数现在目前跑26万1000多，它大灯有 auto 哎，你咋规定整个产品的污啊嘞？为什么？还是2.0的才有？这个是放眼镜的，它有排挡锁嘞，票有嘞。有啊，排挡锁，锁头还在，钥匙还在。音响有换过，换了这个是什么牌子的？Sony，Sorry， 这个还算不错，那种避光垫遮着比较不会受损。那自己加装的一个电池抽取器，哇，看起来好像还不赖哈。这颗引擎啊，漏的不是前面，漏是后面。对，像那个 Michael Jackson 一样，45度都是后面在漏的。这个可能要盯起来看的啦，因为它是真的是斜的。那条应该也是要水管，可能要换的。这边水桶有水最少要一半。这边是雨刷，一个桶子啊，分开是两用。哎呦，这边竟然没有哎，这里可是干的，好神奇啊！本来这里是哪里？传动轴这边漏了，看起来从这边流下来。啊，这个是就从这里啊，你看，这里最湿啊，喷出来。我觉得应该从这里这样一直往下流。避震的，我这边看没漏啊，这边呢换过了，你看，换过了。哇，这边看起来都 OK。刹车可能要考虑一下。哦，没有，很赞，好，很棒，好啊，这边也是2018年的，没有，2018周啦，2018，原来你看年份是这样看的，说错了啊，你们好巧，这一个一样都是2020年的，16周或18周，其实它底下这样看过去都还不错嘞哈，这个最容易爆的，对，高低差碰的那个就掉了，整个都还算不错。这根水管可能要换了，这个太软了，这个不行。不是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个硬还比泰山硬呢。变硬是里面
有 CC 嘛，这个是没有 CC， 然后可是太软了，壁太薄，它就会膨胀。来，另外来这只钓的怕进熊，这个怕顶啊，对啊，这块硬度高，我靠，哇，啊，外进的，外进，我都卡死啦，孩子。哎，大安呢？哦，这啊都是同款啊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连油封都是油的，跟这一边比，这一边的油封是干的。你注意看油封，有没有？油封这边都是油，上面有没有东西可以下来？所以就是这一颗油封换掉。泰山有开过一个潜在的问题，什么问题？他说刹车好像没那么的力，那应该太久，对，太久啊，是怎样？泰山认证过，从新竹开的回来，没问题的。那刹车皮很厚呢，刹车皮有换过，灯泡好像也换过了。那再来就是把刹车踩一踩，看会不会回来，再看要怎么弄。这只力压枪零力啊，这两只都松的啦，应该力压枪换掉就好了。好，就撩。差不多，那你再去摸那个，哦，有啦，还是有差，好不好？软很多，好不好？油封又出现了，油封一颗，两只力压串，方向机油管，下面这一根热水管，对，热水管，这个昨天没有看，这个要换，这个太脏了，嚯，换掉，来看一下它的冷气芯呐。好，没有冷气芯，你看这旧式的，旧式的就是这样空空的，所以只要空气芯就好了。电池需要充电，其他都是好的。110年十月而已，换过两次。OK， 那就是充电就好了。要充电。方向感像皮没有间隙。一样长，你看有副螺丝。对啊，可是我还是喜欢用原厂的，原厂的螺丝还是比较有保障的。这都要清。变速箱油是新的，很透的粉红色，很新的油，有吗？你看里面都没有锈，有没有？这就是有在换水箱精啊！你看都干净了，这一台水就是有在顾才会这样。检查一下进气口，进气管没裂。好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流下来的比较多，所以等一下这个要打胶。现在这个插头很危险，真的都是呼吸。后面有两只真空管，所以要把它塞起来。这两只很难拆呀，还不能把它挖断。哦，哎呦，我以为断了。好了，危机解除了。这根水管在拆的时候就要小心了，因为那两只随时会被撞断。再来就是要把这些sensor拔掉了。拆完这个，今天就收工。这个太硬了。这比锁轮胎的螺丝还紧呢，它应该也是水垢咬住了。不是，它有上胶，这个有涂那个防松的胶，对，有上螺丝胶，绿色就是螺丝胶。
先去把这边泡一泡，浇清，然后我上一下胶，因为这一颗就比较危险。好了，再来就是要插管子了，手没有地方可以搓，拍不到的，连拍都拍不到。这边应该没有要弄什么，所以这边就先装一装吧。奇怪，他装的这一根是什么？啊，这个正极有吗？正极的线在这边，到时候这一个啊，重接一个环锁在这边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相信90%的老车晚上都看不到，没有改灯的时候，有改灯另当别论。我决定这个还是留给车主，我觉得他应该用得到了。我跟你讲，看得清楚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看得清楚的只有梅亚而已。Hold up, best is what suits you。哎，管子掉在里面了、啊，吸不到水。等一下用夹的，夹的，夹的，夹的。等一下，我怕你把管子弄到下面夹不到，现在还在上面，有没有？还可以夹。没有，我只是习惯动作。看到动就想要换一头就紧了，你看拔不掉。好了，换下面的了。好了，就这样。它上面那个记号就是对上面那个凸点，这个记号是对凸点，对吧？你看这边，记号对凸点，记号对上方，这边就没有凸点了，所以就是对正上方。整只都湿的，这样拿下来看就很清楚。这边整全部都湿的。因为我们水没有循环，所以里面会有空气，所以我就压高一点。好，现在来看漏水，先看我们装的地方有没有水跑出来。目前看起来是都没有滴水。换抛啊，呦，那你叫您拉啥子？真的很硬啊，绝对没有做效果，这种不用效果，因为它天生就很硬。好了，整只都是油，很硬，多弄长一点。然后我们这一节再退回去给他，可以哦，有没有？这样看起来是很整齐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
球风又来了。这样就没有动了吧？嗯，看一下有没有漏，干的，都干的，干的。这个接头干的，下面干的，这里干的，这里可以用看的，这里也干的，下面也没滴。好啦，我直接把水漏掉，因为它里面很干净，所以我也不用特别这样子一直洗一直洗，然后边弄刹车油，好不好？螺丝松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管子接着嘛，油流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管子接着嘛，然后开始抽，摸管子就会感觉到油会流出来，然后塞塞子，等一下喷水，这样就完成一边。那现在换这一边。这边油没有出来，所以它刚没吸到油。没有，它油没有流出来，怎么会吸得到？有没有打开才有流出来？所以这里堵住了，这边有个洞，它洞堵住了，要把它洞清一清。啊，冲一冲，这样子就剩下水了，这一定要冲掉，不然会咬。对啊，把刹车补满，因为它的皮都很新。所以我们把它补到上限，这个我先拿去洗，水冲一冲，吹干。冒烟了哈，喝清洁剂，冒一冒就好了。哦。好，慧婷，等一下再转一次就搞定。我们可以先换路灯。哎呦，有闪一下哦，这灯看起来好像也没怎样的。有亮了吧？亮了。我就说嘛，因为那个看灯泡就不像它坏掉，所以是松掉。它没装好，应该也不可能正松啦，因为你如果扣灯的没扣进去了嘛，它就会接触不了。好啦，今天就这样可以收工了，下一台见。下个月见。下个月见。都开很顺的人啊，容易刹车很弱，因为他踩刹车慢慢踩，慢慢踩，你这样的卡钳就这样子，慢慢这样，就这样哇，慢慢的。我们有时候偶尔看到车很车冲进来，马上去踩嘛，它可以活化，伊较袂夹掉诶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顾不用诶，夹掉诶，已经没有声音了。你有听到什么？没有了。这一台算起来内装已经算，我个人觉得蛮扎实的。它冷气应该是不用讲了，头塔冷气应该是不用讲。我们转24度就有感了，哦啊这个，啊看看定有机会了哈。
我看起来没有偏啊，哦，假设歪掉了，那是我拆起来没有装好，拔起来装歪的这样啊，开起来变歪这样，那这是我的问题。像我在拆这个，我都会转到正再拔起来，啊，到时候放回去不能移动。我们这台是 2.0 的嘛，对不对？其实开起来真的比较有感，它加速真的给救过来嘞，会比较好开的。可是就唯一的缺点就是税金重了一点了，因为这台车真的算空间算大，会比较耗油一点。好的嘞，还有电折哦，值得入手的一台车，那我回去开个几年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耶，试好车了，美容也做好了，刚开起来不错啊，它一直以来都不错，以前开的蛮多的，所以现在开起来回味起来还真的不错。刚有试了一下，就是内装啊，哦，底盘，哎，都棒了，只剩下方向盘拔下来寄给干爹啊，回来就可以了。真的喜欢的话，真的可以买回去当个代步车，好开个几年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主要还是要保养了，不保养不管什么车还是会坏点。它税金整年度是17410，自己斟酌一下。好，喜欢的真的可以下标了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我要拆咯，哎呦，已经收两颗嘛了，左右两颗，几次的部分哦都是有使用的痕迹，这边比较严重可能就这一个破掉了，真的要做的话可以报价，简单方式就是可以换这一块，格子可能比较老旧了啦，如果需要更换的话我再跟你报个价，很简单哦，就这样而已，只这两个而已，对啊，这两个一般气囊一定都会锁，卡港湖能一定要锁，不然断回我整个，欸，你开多大哈，有没有，希望他可以早日回来。好，完成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Ultra-S3，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。哎，今天台风天呢，北北基桃没有休假。我们今天要来捐，这应该是复古match吧？对，一样三张，新车主、原车主跟我们，财团法人台湾早产儿基金会。早产我知道，之前我哥他小孩都是早产生下来，这样，哎，今天透明的嘞，那呼吸都在痛，哦，我干嘛惊死？我去抽号码牌。好，捐好了三张，一个人的金额29334，耶，完了吧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好，大家都很有爱心，也谢谢大家，好，感谢大家参与，耶。